你講完啦，李卓仁議員。都係主席，頭先即係我覺得聽到即係好奇怪一樣嘢咧，就係話答點解要有個社工隊咧，就係即係因為啲居民係擔心，係啊，啲居民好擔憂。咁不如你而家落去同嗰50個或者100多個嘅居民喺下邊等緊，佢哋好擔憂。即係如果係你明知啲居民擔憂，咁你仲要夾硬嚟？所以我想問嘅問題就係、是，即係其實發展局咁樣做咧，其實請個社工隊係非常之不尋常。市區重建局咧，大家知道佢哋都有社工隊，咁佢哋有個程序去做。但係根本發展呢樣嘢咧，根本都未去到嗰個程序，你就請定啲社工隊。咁不如你可唔可以等啲社工隊做完嘢之後，你先申請啊？咁啊最啱咯，前期工作啦，不如淨係批個社工隊咯，都唔使我哋批添啦嚇。可唔可以答我哋？有咩擔憂呢啲人？你覺得？局長。主席，我諗我哋頭先都重複咗好多幾次咧，我哋有社工隊嘅作用咧，希望係大家有保持一個良好嘅溝通，咁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嘅工作。好啊，就係已經重複咗好多次，不過我都俾即係答到議員，我諗你滿唔滿意都好難噶啦，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盡量做噶啦。最後嗱，我再重複啦，啊，的確係有即係、就是、問題已經問嚟問去都差唔多噶嚇。啊！一陣間你問嘅時候，大家都會公眾都會聽到嘅。咁啊，下。